接下来我们用猎人带上圣斗士挑战这一次的地狱级，第一次赶上你直播 ，Hello PKY， 双达尔，双达尔，达尔是谁啊？七龙珠的达尔吗？我有达尔，吴小强有机会吗？绝对有，吴小强超简单，哎，还是我们等一下吴小强来试试看，最速吴小强打法，头发感觉很乱，对，我整理一下头发，好，现在这样好一点。好，接着这里的话，我们开这个。哦，达尔文啊，达尔文，好，有点误会。这边不能手削水珠，在转珠上面要非常注意。这样可以。哦，天降强化珠，非常运气非常好。一波带走，来到第二啊，第三关，第三关那边有拼图盾，我们用这个解就可以了。好，来试试看。哇，这样好。叠珠六 combo， 天降七。单靠一张冰盒打就是超屌的，破亿伤害啊！红赏我爱你，谢谢。没有帽子当然乱，没关系，要选择原谅他。谢谢你们，你们人真好。好，再来的话，开个爆发，变身，排珠，排起来，不能手消光。没有排好的说，尴尬。啊、有天降好多、哦，天降超多的，十三 combo。哦，这个伤害可以，这边开念能力，至少没有带走他们还可以活下来。好，希望带走一只，有完美，现在一只慢慢磨就可以了。他不能消光珠，叠个珠应该是非常 OK。这对转速时间超长的耶。什么？超级长。好，有那个武装龙科的关系啊。你将加冕成王，我是原谅王。原谅王，原谅王是什么？好，这里的话，我想开一个爆发，这个可以吗？好啊，这个差一 CD 耶，我们直接先来转一下好了。看我们机会直接把它给 ban 带走，这个有增加秒数应该还可以啦，我的转珠这么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哎、欸，天降都死了耶，莫名其妙很厉害，欸、差点过，好，那我再开个这个就可以过了吗？回避，然后加 combo 是我直接暴打一波。有没有厉害吧、欸？我直接手转耶，超屌的！过来啊！帽子戴好都歪了，这个梗要玩几次啊？啊！你死 ？What？ 怎么可能？我已经用尽我全身的力气了。接下来要用的是什么？石头吗？不好意思，来到这里要用石头通关，当过路费才行。太过分啦！好，直接过了。他这个更新实在是有点招架不住。我终于过了，差不多打十次，哇！恭喜你，总算通关。好，这边比斯吉直接奔他一波，奔着他心麻心乱如麻。讲什么？哈呀呀！这是我的实力，没有开玩笑的。好，可以。第二阶段继续 ，bang， 没有不好意思，大哥，抱歉，好，这边变身一下了，出剪刀可以回复力增加，剪刀石头布，出剪刀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剪刀，然后暗跟木珠兼具新扶持效果，这对绝对是超易伤，因为啊、超易补，
因为这队有各式各样的升华新猪剑，让大家吃到饱。新猪如果有把费的话，大概是就长这样子。新猪界的把费队，讲着讲着都饿了，半夜不要讲这种东西。我已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。打个关卡可以扯到把费也是蛮厉害的哦。小杰 bang 声，有我们 bang 声了 ，bang 声整个哇死不了啊，不死之身呢，天哪！把敌人压在地上打，我以为这个版本是做球给猎人呢，没有啦。好，可以啦，慢慢打，现在60%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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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可恶！我先去买宵夜。好，边配宵夜啊，边看直播边配宵夜。优助一次3成就啊，对哈、哦，我还没有用过优助通关哎，等一下我们来试试看优助好不好？优助是的确可以三成就的。但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优助了变身的话，还有一次三成就吗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问一下大家。台湾 number one， 怎么突然讲这个？可以开比斯级可以啊，但是其实这个补一补就可以了啊，不用开到比斯级那么猛的队员。好嘞，然后通关了，要不就 ban， 然后就哦吼，没有，这一段在干嘛？然后再来一次呀 ，blue， 哇哦，我已经不知道我在干嘛了。好，那再要开什么？应该不用开了吧。对，好，现在就开一个哦，我想看这队最大的 combo 数是多少，开这个直接加 combo 的煞气打起来，热血的音乐就是要通关的意思了，有没有？嚯，10康，哎，这个基础大概15康哎，然后天降大概到20，有20康，21打过去 ，bang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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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， 紫龙打起来，哇，2.5亿的伤害，哇，厉害，好。然后再来开这个界王拳，打到你怕，开这个，哎，眉目猪嘞，糟糕，搞毛啊！开这个，哎，木猪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猛汤了，怎么办？好，直接打好了。哎，这转速时间有点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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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我还是转完了。来看看这个 ban 的结果，再不开龙科啊！快哭出来了！这对害我想哭，怎么会这样？好不好？刚才绝对只是我们没有开龙科啦，我原本想耍帅的，原本想耍帅的，但没那么帅。我以为小杰很强，小杰不是那一拳下去，你可能会死的人吗？怎么死不了啊？想象跟实体还是有点差距的。好想要活在动漫里面哦！小杰明明一拳就可以打死敌人的说，结果要轮到冰河补尾刀，算什么小杰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小杰很强啊，只是我可能没办法掌握他，错误的示范啊！好，可以，我们刚才绝对是错误示范了，让大家看看不开龙科的下场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请我们用心良苦啊！最哎、欸、破最佳纪录了，什么最佳87纪录吗？我怎么破纪录了？